有人认为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回复给姚劲波的一封信啊。如果你看不好呢，我可以在这里给你放大一下啊。那这里就提到了关于第二行啊，江苏丰县什么什么啊。非常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监督和支持。您在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，指出报告中有关江苏丰县什么什么办理情况内容较少，对民意的表达不充分。远程旁听的同志记录后，向最高检党组和张军检察长专门做了汇报。这是全文，全文我没办法读啊，因为读完了也不知道恰当不恰当。据说这个是同城五八同城老大肖劲波的这个提问，大家都等了一年了，一年都出头了，好像没结果。